声音还在吧？我跟他说什么？没有啊，刚刚有那边急掰啊，刚刚该呛起来呀。你的那个姜母鸭，你要怎么样呛的说？我跟你讲，开小孩那种没品哦。妈，第一个就是他妈有病，第二个就是他妈自卑感上升，进来那边北兰。想呛呛他，妈懒觉自己不顾好，竟然在那边秋哎，秋皮呀、啊，动作秋天来了是不是？现在冬天，来这边耍暖了，你也不想去吃为什么？所以你现在在外面。再来 King， 你刚才想要呛他什么？妈蛋蛋那么小，小味那么重，竟然我还要欢迎他，他们动中音杯这边这样，开什么了？开十几的，什么人都收是不是？可是你不是说你要去吃姜母鸭？我叫你都说，没办法，可以拒绝哦。好好哦，你确定你要舍得那一只鸭吗？听到鸭我就想吃，好痒，好冷。哎，猫都真的都不开，被人家开走了。超五花泪目，欢迎！今天四季冷，真的很冷，真的超冷，冷到爆！我不知道冷几点了。然后去煮火锅吃，这么好 ，King， 大家都吃好好哦。害我现在越来越冷。啊，我好想吃姜母鸭哦！我也想吃那个。啊，这算算菇。事情啊，然后被笑卖，心情不好。有钱吃吗？那吃吃嘛，火锅好啊，干得好啊，你们两个一伙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吃嘛，有一个吃姜母鸭。没人跟我刷礼啊，而且我现在为了有损麻烦，烦死了。都没人跟我刷礼，流程任务没过啊，没心情吃东西。跟他不熟，为什么跟他熟？哦，英雄带就欢迎，流水要洗的，我说流水啊，流水任务啊，好烦哦！星期天就结案了，很烦呢、欸。洗屁啊，又不是洗卡层。三七六是 Hello， 很经典。我真的录卡车呢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你们昨天一直在说不要看天花板，害我一直盯着天花板看，然后一直喷热水，我真的超怕，还去晒内衣，哈哈哈嘞，太鸡巴，很可怜嘞、欸。什么苏拉？是谁？是谁让我苏拉刚上身的？讲，谁是罪魁祸首？好冷，是小哥哥现在很冷。啊，我很好欺负，机车，机车。好冷啊！我要喝热水。对对对，守护神欢迎。啊，你不是在看电视吗？你不是开车吗？你就直接开出去就好啦。那个啊，问来喽。哎，你们这些都没良心的哎。啊，三点下麦 ，Hello， 我都没良心的，都没有陪我洗澡。你都把食物照一下，来了。还没有啊，我还没洗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刚刚素颜，然后
因为我今天有早退，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化妆，化妆之后又出去了。还有小宝，还有菜蛋。A 开头欢迎，还有 S 开头。重的吗？哎呀，这样讲我心情很好。我眉毛不是用重的。对啊，我去晒内衣啊，怎么感觉怪怪？为什么？这样看我比较清楚。我是用画的。来，开头欢迎。眉眉，眉什么？眉毛怪怪。是用画的，我是用画的。嗯，这样泄气了是不是？在写啊，欸，这真没人教我好不好？还有长辈，狼哥，你特地来看我长辈，你就可以不用来看了。伤心啊，每个人都嘛都有长辈，大跟小而已，辈分那么大，你还不跪着？还有坤弟，还有小七，欢迎进来直播间。颜值爆表，臀线捧场，跪着看吗？爸爸跪着看，哦哦，好累哦。十一欢迎，嗯，今天要去吃宵夜啊？生育毛衣吗？啊烫，还有肚脐，天冷不要着凉，总比怕东怕西好，很可怕哎。昨天又这样讲，然后你们又那样讲，然后洗完澡之后我就裹着浴巾下来，然后去晒内衣，裹着，欸，晚上其实没有什么人哎，欸，是很可怕，而且我在外面那时候昨天，我不想讲，我在听到那个拖鞋的声音，快把我吓死。你这样一个人去晒内衣，有无限的感慨，真会想很多呢，欸。有人陪我，你是要陪我的这个吧？今天我拜拜啊，告诉我一件事，怎样？是要跟我讲昨天的事情吗？再没个心一点。那也不要晒衣服，为什么？可是我是晒内衣耶，内衣不晒我就没得穿耶，知道我真空吗？